刘 Sir， 我是个生意人，就算真犯了什么条例，不就罚点钱？你是有钱，对与错不是你说了算的。113个会计师全都到齐了，出发。 ICAC， 你这是第几次抓我了？第八次，这次万无一失。刘 Sir， 我们刚刚交了5000万保释金。你不是有足够证据弄死我吗？没想到的是，程一言当庭释放。我能坐上这个位置，以为我吃干饭的，神长。我知道你的太太和女儿在南阳，迫不及妻儿啊，刘 Sir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我是说你呀。一个案子查了十几年，咬着我死都无法。我是杀了你全家吗？我以为这件案子可以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却只是刚刚开始。